谢谢你今天送我的鞋。那个，多少钱我给你吧。他送你裙子，你也要给他钱吗？你怎么知道裙子的事？我想知道的，我肯定能知道。我想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一个人出去喝酒，好吗？嗯，我答应你。嗯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回去了。